呢款是蓝色两尺隔网九厕所，长度是 63cm， 宽 48.5cm， 适合小型宠物。当使用的时候，只需要将两边的扣打开，然后拿起面层组件，再将两尺的尿垫放在中间，将配件组装好，再将扣锁上，就可以被宠物使用。而狗厕所主要的材料是塑胶，清洗方便，是一款简单而实用的狗厕所。